会盯着你。笑什么？你为何不干脆杀了我，还要耗尽余生和我囚在一起？我劝你最好少动，刚才帮你按水时不小心把你的肋骨压断了几根。怎么是你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管我，谭太静，我告诉你，你如今落在我手里，我能救你也能杀了你。在我允许之前，你要是敢让自己死了，我就把你的尸体千刀万剐，曝尸荒野。果然看不见了。好了，现在轮到我了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都要老实回答我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们才分别几个时辰，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为何会被冲到岸边，还瞎了一只眼？你说不说？被谭台明朗暗算了。谭台明朗，你那个景国的哥哥，他为什么要害你？这个问题你该去问他。好，那下一个问题，只有你一个人逃出来了吗？金兰安呢？他不是你的人吗？死了。谭台明朗杀了他。我杀了他。谭太君，这一拳是替那些曾经被你害死的人，是替我自己，也是替金兰安打的。我曾想真心待你，救你护你，我现在真后悔。他金兰安救过你性命，把你养大，你喝过他的血，受过他的教导，你竟然杀了他！姑姑，我问你，背叛我，你后悔吗？孩子，我不后悔。是啊，你真是丧心病狂。说的对，他把我养大，给了我性命。除夕那夜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我是多么希望他是真的没有抛弃我。什么？他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又回来，给我希望，却又弃我如敝履。金兰安他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不就是背叛吗？他和银星一样背叛了我。原来他将我放走是为了害谭太监，难道是他勾结了谭太明吗？谭太监，我会将你押回圣国，然后把你关起来，让你从此不见天日。每一日每一刻，我都会盯着你。只要我活着，你就别想再吸食妖丹，再去害人。你笑什么？叶希我，你说的蠢话真是又奇怪又好笑。
你为何不干脆杀了我，还要耗尽余生和我囚在一起？